模仿蛋黄哥一戏爆红的山猪陈俊甫，今早传出因感冒休克猝逝，享年38岁。而他的家人稍早也发出声明悲痛证实，山猪上周感冒未愈，经入院诊断肺炎，并发败血性休克。家属透过声明稿表示，山猪看待生死非常豁达，先前也因病疾发生，身后事也已交代亲友，身在演艺圈工作让他能够发挥自己所长，带给人欢笑就是他赋予自己这项职业最大的意义，请观众朋友记得他带来的欢乐，同时也希望媒体朋友能给家人多一些空间，让家人能够平静圆满。